同 Steffi 有客文，小芳话唔系话冇喎。帮力申寻日出席吕仲德嘅品牌活动嗰阵 ，Siri 系佢屋企人最先发掘阿 Mark 嘅设计才华，而家两部电单车都由佢设计。问到小芳阿 Mark 设计咁犀利咯，会唔会要佢帮手设计女朋友啦？佢就笑言自己虽然唔识得设计，但系搵女朋友方面都好有自信噶。你睇 Steffi 就知道系好嘢啦，系咪先？佢真系好，有冇下文啊？上次见面。咩啊？下文啊？唔讲啊！诶，唔系话冇啊，唔系话冇啊，诶，唔讲都唔讲啊。系翻返成功啊！唔讲啊，都真系唔讲啊，好逼我。圣诞系咪同超年过啊？冇啊，我自己一个人过啊。喺我依家心里边系我父母最重要，事业系第二重要，感情啊都可以重要过友情嘅。我都比较重色轻友啲嘅。Steffi， 如果约你过圣诞，你系咪啊？唔会约我啦，系啊。